是吧？一起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跟你们见面了，特别的开心，特别激动，也感谢 L 还有石亮给我这个机会，也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能够抽空过来。那大家一会儿要乖一点，都坐下来，我就带着你们的前面，离大家近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大家可以呢坐下来，你们乖一点。